楚国是现在的哪里？楚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国，在今湖南省、湖北省、河南省南部、山东省南部、江苏、浙江大部、上海、江西省一带。楚国祖先族姓芈，熊氏。周成王时期，封楚人首领熊邑为子爵，建立楚国。经过几百年发展，楚国在楚成王时开始崛起，不断兼并周边各小诸侯国。公元前704年，熊通建越称王，是为楚武王。楚庄王时期，任用余秋子、孙叔敖等贤臣，问鼎中原，邲之战大败晋国而称霸，开创春秋时期楚国最鼎盛的时代。战国时期，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，一时间兵强马壮，初露称雄之势。到了楚怀王时期，由于用人不当，导致国势渐衰。前223年，秦军攻破楚都寿春，楚国灭亡。